不好意思。好像晚上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甜点的合作，你可以踩到这个。我今天其实还蛮开心的，而且非常非常惊讶接到这样子的合作案子。然后，因为跟 Beyond 主厨是第一次合作，然后我大概就把自己想要做的有关于我成长小时候的一些有趣的东西放在这一次甜点的主题里面，然后由这个法国主厨来用他的手法来呈现。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今天晚上所有的餐点，因为今天来的主厨都是我的偶像，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在甜点部分可以再多向他们学习。那个翻糖刚刚翻到米其林感觉怎么样？其实今天晚上没有翻糖蛋糕的呈现，是还是以Beyond 主厨比较熟悉的法式的方式来呈现我的想法。那翻糖蛋糕的，因为我热爱这个东西，他们觉得我非常有热忱，所以邀请我来见识一下，然后也鼓励我可以再更精进。我相信是这样子的合作方式，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肯定。有好很多了，就是对，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歌迷也都很关心，就是说对后面的那个专辑有一点推迟，是不是？这个部分可能因为歌迷都很关心，对，专辑的推迟跟身体应该不会有关系，但我一定把身体照顾好，但专辑就是一定是最好的状态才会出去的。好，小巨蛋演唱会，谢谢小巨蛋。